大家好，我是红姐。猪油渣是几代人的回忆，今天来分享猪油渣的新吃法。炸猪油渣要选这种肥瘦参半的五花肉，这样吃起来又香，一点都不会腻了。我们这边猪肉现在是12块钱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那边现在卖多少钱。现在来炸油渣，油温一定要烧热，不然会粘锅。油渣炸久了吃起来会发苦，炸成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。现在来调个味哦，放五香粉、辣椒粉、盐，拌匀入味就可以了。把猪油渣装到模具里面，用重物压4个小时左右，压掉多余的油脂，吃起来更入味，下酒当零食都很合适。你懂吧？